已知三角形 ABC 三顶点为 A 负二、负二、B 一、二、C 五、负一，是求第一小题向量 AB 斗特向量 AC。第二小题角 BAC 的度数。第一小题，因为向量 AB 等于三、四，向量 AC 等于七、一，所以向量 AB 斗特向量 AC 等于三乘以七加四乘以一等于二五。第二小题，因为绝对值向量 AB 等于根号三平方加四平方等于五，且绝对值向量 AC 等于根号七平方加一平方等于五根号二，所以 cosine 角 BAC 等于绝对值向量 AB 乘以绝对值向量 AC 分之向量 AB 斗特向量 AC。等于五乘以五根号二分之二五等于根号二分之一，因此角 BAC 等于45度。